大家好，我是港岛 IFY 教区的 Johnny Fo， 好开心最近可以同我女子荣 Jessica 同埋阿妈组成咗一个声音 team。而我哋呢个声音 team 嘅目的都系想发展一啲新歌，因为 team 里边嘅姊妹 Jessica 都将一啲英文嘅诗歌写成中文嘅歌词，希望有多啲新歌可以俾弟兄姊妹唱得到。其实咧，我哋都冇谂过，我哋所录制嘅一啲嘅试唱嘅 video， 除咗用嚟鼓励声音 group 里面嘅 song leaders 之外，之前我喺家遇见一啲嘅弟兄姊妹，佢哋都话呢啲嘅 video 分享咗出嚟，都好鼓励到佢哋去敬拜神。所以我哋会继续努力，唔会停下脚步，继续唱歌赞美神，鼓励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Phoebe， 好开心同大家分享一个受浸嘅消息。在今年5月25号，我们 Balance Campus 帮了一个女孩子受浸成为基督徒，她叫 Cherry。Cherry 她是一个 KK 来的，自从上了大学之后她就没再回教会了。但经历过母神的生命是很没盼望和迷失之后，她想起神对她一路以来的眷顾和 Teens Worker 对她的爱，而她知道唯有在教会里面才可以找到真正的爱。现在的 Cherry 的生命呢是充满着爱和感激，记得他曾经是个通宵达旦地去准备嘢食去鼓励和他查经的姊妹。可以见到神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独特的计划，而当我们坚持去爱的时候，最终一个人的生命会有改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九龙区域 Family and Youth 的星。今天我想分享关于我们一个看圣经的朋友的故事的。我们的查经班有一对夫妇来了教会差不多年纪，一直都跟我们有看圣经的。但我感激神，其实我们都一直坚持没有放弃。甚至最近疫情的时候，即使见不到面，我们都透过视像和他看圣经的。我在视像的看圣经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没有退缩。其实当我们见到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罪都很坦白地挑战他，他是接受这个挑战而是想继续悔改。现在已经看到他门徒生命这一课了，希望大家继续为这个朋友和这对夫妇祈祷。每年的五月六月期间，十架的姊妹都会举办我和爸妈有个约会，去服侍教会弟兄姊妹的爸爸妈妈。今年疫情的问题停办一次，但是他们竟然想到搞了一个流动式的爸妈有个约会。究竟有些什么令到你们可以长途跋涉入到你屯门，还有整些这么好味的东西吃的呢？因为我鼓励赵太太就很好。因为呢霞姨认了我做契女，所以我很想帮契妈认识神。我很想妈妈和神有关系。我呢就住得很近的，我过来学东西，而且还 set up 了 study 添。Hello, all the Malays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friends.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really talk to such a big crowd. And I look at the number now, it's 48 participants. 没停下的脚步，虽然疫情令到我们不能够面对面同人分享福音。今晚我会进行一个我人生第一次的网上查经班，同吉隆坡的教会带一个查经班。现在呢网上面已经有接近50个参与的了，所以我们是不会停下脚步去传福音的。大家好，我是 Anti Youth 的婷婷。我们 Ministry 最近就帮了一个叫欧恩的青少年去成为门徒。其实呢我就是中段先加入他的 Study Group 的。加入的时候其实自己都有点担心的，因为当时疫情比较严重，而且我已经怀孕30多周，即都担心身体可不可以应付到。而我们每天早上可能8点一起 QT， 试过一次还是早上6点，又或者是礼拜六可能我们会经历2-3个小时的 study， 然后就直落下午的 Zoom Bible Talk。其实都挺累的，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我就更加体会到即係經文裏面所講啦，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啦。去到最後，其實神都係好祝福啦，即係歐恩可以成為我哋嘅姊妹啦。今日我哋特別去咗長洲呢個地方啦，係一個自己未去過嘅地方去 share faith 啦，覺得都係一個好珍貴嘅一個經驗啦。Hello， 我是 Lala， 今年考 DSE 啦，好感激啦，係考完 DSE 之後啦，可以有一個少年飛飄嘅計劃啦，一個半月嘅計劃啦，去俾我哋成長唔同嘅屬靈嘅 character 啦，例如即係同朋友嘅關係啦，同神嘅關係啦，同埋傳道嗰邊嘅熱心啦，訓練咗自己嘅膽量啦、信心啦，同埋信念好多嘅，覺得都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啦。